哇，现在那么忙，还有时间喝茶？我想带我爸出去轻松一下，不行啊？行，当然行了。你能看他不在忙吗？爸，这里有我和明叔就行了，你去吧。这杯茶你不会会后悔的。走吧，走吧。好好，我先去换件衣服。好。忙到要死，还有闲情喝茶？本来嘛，忙得要死的恐怕不是你吧？那就是你咯。好啊，我去喝茶，你慢慢忙吧。喂，卢冠。算了吧，他在不在都一样。